夜里睡得迷迷糊糊，却被外面的暴雨声和狗子给吵醒了。不知道为啥俺家的狗子咋就这么害怕打雷呢？我这一摸狗窝才发现天窗还开着呢，这可能就是它叫的原因吧。清理完桌面和地上的雨水，眼看着这雷声是越来越大，就赶紧把窗户也关上了。洗好的衣服估计这回也都湿了，刚把衣服挂在卫生间，又发现换气扇也是开着的。虽说我的房车充电口是防雨的，但是为了安全起见，只好暂时收了起来，锁好门，关好窗户，就开始忙活豆包。这家伙自己竟然不知道躲雨，我呢，接下来就可以窝在被窝里追追剧了。